黄河鱼烫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艺术形式，它将民间烫印技艺和传统书画艺术相结合，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和审美理念，所创作的作品清新鲜活，特别适合大部分国人的审美，让人爱不释手，回味无穷。鱼烫分为直接鱼烫和间接鱼烫。直接鱼烫是将多种颜料直接涂抹在鱼身上，然后用宣纸将颜色翻印下来，很类似于印刷的过程。间接鱼烫特别接近杯烫的过程，是将宣纸包裹在鱼身上，然后用烫包蘸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在宣纸上拍打。鱼烫能将不同的鱼类、不同的形状、身长、颜色特征等记录下来，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鱼类，将它们的样子永久保存。现在黄河鱼塔这项技艺由孟津杜兰书画工作室负责人李运涛保护和传承。对于黄河的一切，它是生于斯，长于斯，有特别深沉的情结和眷恋。李运涛1974年生于河南洛阳，毕业于洛阳师院美术系，先后进修于西安美术学院、天津美院、清华大学，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民建洛阳市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花鸟画研究会委员、中国云梦书画院副院长、中国云梦书画院孟津分院院长、孟津收藏家协会秘书长、洛阳市文明市民标兵、孟津十大优秀青年。我从小在黄河边长大，老家会盟是鱼米之乡，在我们当地每年的6月6会有大量的鱼在黄河里面因为泥沙而窒息，因此失去它的生命。我从小看到这种情况特别心疼，一直想把鱼它的这种美丽的姿态保存下来，后来跟着父亲学习鱼烫技艺，然后自己四处求学，最后形成了黄河鱼烫在我这一辈的传承。鱼是鱼的谐音，鱼在中国象征着幸福、喜庆和繁荣，人们喜欢用鱼来表达美好的祝福。以鱼为题材的各种艺术品不仅生动有趣，也洋溢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是祥和、富裕、夫妻恩爱、爱情幸福、前途美好和幸运的象征。古时孟津黄河流域的人们在重大节日的时候，喜欢用鱼烫作品来装点居室和生活空间，丰富洁净喜庆氛围。它同时也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相传鱼烫起源于我国宋代，元代因战乱曾失传多年，后来在沿海地区再度出现，并辗转传播到日本、朝鲜、韩国。清代时，鱼烫技艺在河南孟津黄河沿岸的民间流传，故称黄河鱼烫。黄河鱼烫艺术表达的不仅是绘画鱼体的美，同时表达生活幸福的愉快心情，也是在表达鱼的生命力。一条条鱼生动灵活，栩栩如生，具有中国画的清新雅致和无穷的神韵。黄河鱼烫的美在于本身的自然轮廓曲线，它的轮廓曲线体现鱼体美感和力度。鱼烫美在鳞片，层次丰富，远近关系，虚实关系，给人带来强烈的艺术美感和美的体验。鱼烫的意义在于，它能让逝去的生命复活，并永远活下去。黄河鱼烫技艺
与我国的书画艺术相结合，如今更是展现出了神奇而独特的魅力。